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，我们会发现非常多的科技是突飞猛进的，把万物都连结在一起。谁是最早的直播科呢？上帝自己，他从永恒开始，他就在24小时的 present 他自己。谁是真正的网红呢？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把副表彰出来，所以当他来的时候，所有的 spotlight 都打在他的身上，他让众人可以看见他，能够接收他的信息。最大的云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因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他的里面。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，就是在圣灵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被连接起来，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连接和交通。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能够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好叫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可以真正看见上帝的荣耀。